这个点是大家忙着呢是吧，上课的上课，烧饭的烧饭是吧，把手机放旁边，放旁边听一下。上课呢是吧，好好听课。嗯，老师他看直播。嗯，开个玩笑开个玩笑。不好意思，我点错了。
谢谢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对，合肥可以见到他，从来没见过。合肥或许可以见到，期待他会唱这首歌。说爱你都显得平常。还想听什么歌？看看。对对，我见过，我是说刚刚那首歌，《流星雨又来临》。流星雨又来临的原唱。现在是下午啊，下午这个随便唱随便唱，好吧，可以唱一些啊比较强混的，好吧，比较闭合的歌曲啊，没在怕的。现在这个下午这个时间是不是大家都在忙是吧，不太方便看直播。给大家来一首前两天表演过的歌，怎么样？我们来重温一下曹老师直播间的高音，想不想听？等一下大家的弹幕，喝口咖啡。来，准备，预备备，先把舞台准备好。
下的老照片，书会也能借，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更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走一圈，故意逗你温柔的骂，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错，他又爱着他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还可以吧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，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坐，他又爱着他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决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谢谢。那些年，略紧了，略紧了，稍微有一点没开嗓。嘚瑟了，嘚瑟了，没好好开嗓。因为应该已经到 B 了，这首歌到 B 了 ，High C 下面那个音。略紧略紧，所以在这个最后一遍歌的时候马上暂停。哎，
脸都唱红了，脸唱红是正常的，高音嘛。欢迎大家，欢迎。可以唱一定会，有没有人想听一定会？想听啊，想听一定会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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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没感冒，没感冒，唱的有点激动了，所以流了点小鼻涕，不是感冒。有多少人是没耳机的？有多少人现在是不方便听的？如果大家都不是很方便听的话，那我这个一定会岂不是有点可惜？嗯，贴纸挡脸了，给他移开。哎，怎么没了？我贴纸呢？方便吗？方便听吗？方便是吧？方便我就来了。先开开嗓。给大家，反正现在顺便跟大家扯一下怎么。平常怎么开嗓的吧？好吧，应该有蛮多人好奇的。像平常我这个一定会这首歌就是我的小秘密哦，开嗓最近的比较偏爱的开嗓单曲就是它了。看一下我平常表演之前开嗓了啊，基本上第一遍就是跟着他这个歌瞎哼瞎哼哼啊，怎么哼都行，啦啦啦也行，嘟嘟嘟也行啊，得得得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先让声带起到一个暖一下的这个作用。
刚有看到我在动脖子吧，左右动脖子，因为要确保脖子是放松的状态啊，这边不能紧啊。跟着唱的时候，真混声跟假声的部分要区分开，就是他是用假声，我们也要用假声，都是激活啊。大家看刚刚为什么我手会一直放在这边，然后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提示啊，给自己一个提示，一个引导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以前的唱歌老师啊，告诉我们，一直让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夏天那时候夏天上课穿衬衫，他说衬衫纽扣的从上面数第二颗到第三颗中间的位置啊，这个地方你想象有一个小秤砣，就是有一个小的东西拽着你，越是高音的时候呢越是要往下拉，它是反着的，大家看我这个手的感觉是反着的，哒哒哒哒，越是高音你整个人的力量越是要往下走，这边你想象这边是有个 V 的，有个 V 字形，越是低音的时候是这样，越是高音越是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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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才会，哎，这样才会上去高音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哎，说不下去了，就是，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唱歌啊，这个开嗓的这个理念，对，千万不要有的同学唱高音容易讲，容易憋上去。越唱越往上，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。我最近都拿这首歌开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刚刚听到有它有比较低的，也没有特别低啊，就刚好适合我的音区。啊，这个混声很舒服的混声的区域，放松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到了副歌是一个比较高的强混，啊，也有弱混，然后还有副歌还有几个转到真假音切换的，切到假音的部分，所以这个歌呢，所有在唱歌中间要呈现的可能会用到的技术，它都有踩到，所以拿这个歌热身就很全面，就不需要再用别的再去唱另外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它每一个很多技术它都可以踩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唱一下，其实歌词我不是很熟，我每次都是跟着啦啦啦。借这个机会把这首歌唱上手吧，听了那么多次，每次都是在开嗓。
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到那儿，无所谓。听说了没？看到了没？这就是那段幸福的事留下的眼泪，一定会，一定最可贵。啊 ，sorry。不是最熟啊，不是最熟，没唱好。下次熟一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刚刚其实热嗓的时候跟训练的时候开嗓的时候，那个闭合是很好的。但是刚刚加了歌词，尤其是在加了歌词没有很熟的情况下，闭合就没那么好。声音就偏暗一点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开嗓的原因啊，啦啦啦，呜呜哦哦，这些都会特别好闭合。但是加了歌词之后，歌词很难。加了歌词之后，还要唱到一样的质量，就需要练习。知道吧？唱歌词比唱啦啦啦难多了。大家刚刚听到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呢，全都是借口，全是借口，没唱好就是没唱好。都是一种狡辩，知道吧？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跟你们说了这么多，微光可以，微光可以，可以，放下我的微光。任何一首歌啊，其实任何一首歌都是需要很多次的训练。如果在台上想要把它唱得很完美的话，如果失败让我连未来都不敢想，看镜子里的我以后会是什么样？是我吗？没学会需要当面教。是我吧。如果生命让我倔强不选择退让，
又怎么会在意属于别人的眼光，让过去过去吧。我是微笑的光，难过去和谁讲，在自己的世界等天亮。只是微笑的光，照不亮一米的地方，凭什么要求被原谅。想见状，有的没的，你的我的和他的过往，该来的也、都来吧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啊、哦、算了算了算了，没事，下次下次。突然想到。等天亮，想听 R&B 啊，想听 R&B。OK。一米的地方，你怎么要求被原谅？下次直播的时候说，好吧。噔噔，没什么事，没什么，哎，小事小事。感谢，谢谢。R&B。只是微笑的光，照不亮一米的地方，盯着那要的灯的亮。我们都是微笑的光。没有没有，现在下午嘛，下午是有很多朋友不在嘛，很多朋友在那个在上班上学啊，知道吧。下次直播晚上的时候，晚上人多一点的时候，好吧，人多的时候。为什么不能被原谅。噔噔噔噔，来唱一点这个熟一点的歌，熟的歌。给大家好好唱，熟一点。Thank you.
掉了，升到原 key， 原 key。算了，还是站着唱吧，站着唱比较舒服。包喜欢，包喜欢。
感谢下午的陪伴，谢谢。拜拜。